失传嘅宝物系河南博物院出品嘅，我喺淘宝度买嘅，好重手啊！河南地处中原，系中华民族同华夏文明嘅重要发祥地，好激动啊！我睇入边咧，究竟系有啲乜？睇下我好唔好彩，可以挖出啲乜？激动激动！好似一个罐头咁，入边系咩呢？好大嘅一嚿石，都唔系石，好似系土。之后仲有个说明书啦。喂，其实咧佢好贴心嘅，即系咧。佢又有中文啦，又有英文啦。咁如果係，我覺得如果係外國友人嘅話咧，都好好啱玩嘅。好激動啊！好激動！這孩子不嫌累。